接下来这首歌叫我有一种不敢张扬的快乐。对，谢谢。对，我有一种不敢张扬的快乐。为什么要这样写？就是呢，可以不用回答了。哦，不用回答吗？可以不用回答。大家会想知道吗？还是你不想知道？想知道。想知道，好，我不要讲。你很讨厌。就是大家会不会有一种，就其实我有时候 取那个，就写完一首歌啊，虽然就是那种很简单的那种方式写，很阳春的方式写歌这样，然后写完之后就会想说，这首歌应该要有个歌名，取名这样，对，取名，歌名嘛，取歌名，歌名对，要一个歌名，然后我就会不知道要用什么歌名，然后我就会用那个第一句话，然后所以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有一种不敢张扬的。就像那个我要带来一首某年某月某一天的一样，对，所以 那首歌第一句是我要带来，不是，哦不是，对对，就类似那种，就是一讲然后大家就说哦，那他第一句要唱什么，然后这首歌的那个大意呢，一定要介绍每一首歌，是要这种感觉？没有，因为我怕我们时间不够。好，对，因为我们感觉好像最后没有了，还有，哎真的耶，好，没关系。我们等一下就再重唱一次这样子，刚才的歌。然后这大意就是说，就是我们有时候那个会有时候会很快乐，但是你又不敢讲出来，你就会很不做你自己。对，又扯到做自己。对，没有，那什么是自己？做自己有关啊。哦，一切都跟做自己有关，对啊、但是不去解释做自己是什么，这样吗？可以解释的，但是要花很长时间。对，然后又有一个。很久的，是哲学系的吗？很久的讨论，对，什么是自己？哦，好，反正就是我有一种不敢张扬快乐，就是有时候你很快乐，但是你又不想讲，你很悲伤，你也不敢讲，然后人有时候就会很矛盾，在很多状态的时候，你会不知道你要怎么去跟着外面的世界做表达这样子，你又不能很开心就表现出来这样。然后就用那个很挣扎的感觉写了一首歌，对，但不是什么重要的歌啊，大家听听就好。好，我不要弹了。好啦，就是大家先听听看嘛，啊，喜欢之后你跟我讲，喜欢再买，对，你喜欢你跟我讲，然后我就会说，哦，那这首歌有人喜欢哦，就这样。好。在黑暗来临
享受贫穷生活。尽管忧伤，尽管忧愁，都让夜晚伴我的脆弱。是有说好听。